生命有菩提，法水永长流，生命便是慈悲造就生命之美。接下来请收看慈悲心法语。悲华经云，何菩萨摩诃萨住菩提法清净之门。布施即是住菩提法，化众生故；持戒即是住菩提法，具足善缘故。忍辱即是住菩提法，具足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故。精进即是住菩提法，与诸众生勤教化故。禅定即是住菩提法，令心具足得调伏故。智慧即是住菩提法，具足能知诸烦恼故。Thank you.
多闻即是住菩提法，于诸法中具无碍故。一切功德即是住菩提法，一切众生得具足故。智也即是住菩提法，得具足无碍智故。修定即是住菩提法，悉得成就柔软心故。慧也即是住菩提法，远离一切诸疑惑故。此心即是住菩提法，于诸众生心无碍故。悲心即是住菩提法，拔出众生诸苦厄。喜心即是住菩提法，爱要法故。舍心即是住菩提法，断憎爱故。听法即是住菩提法，断五盖故。出世即是住菩提法，舍诸所有故。
若即是住菩提法，离诸聪悟故。专念即是住菩提法，得陀罗尼故。正义即是住菩提法，分别意识故。思维即是住菩提法，于诸法中得成就义故。处即是住菩提法，身受心法觉分别故。正勤即是住菩提法，断不善法，修善法故。如意足即是住菩提法，身心清利故。诸根即是住菩提法，得一切众生根具足故。诸力即是住菩提法，具足能坏诸烦恼故。诸觉即是住菩提法，于诸法中具足觉知十法相故。正道即是住菩提法，远离一切诸邪道故。
圣地即是住菩提法，断灭一切诸烦恼物。四遍即是住菩提法，得断众生诸疑惑故。缘念即是住菩提法，不从他闻得智慧故。善友即是住菩提法，一切功德持成就故。法心即是住菩提法，成就不狂诸众生故。用意即是住菩提法，出一切法故。转心即是住菩提法，增益善法故。思维善法即是住菩提法，随所闻法得成就故。摄取即是住菩提法，成就教化诸众生故。护持正法即是住菩提法。
令三宝种不断绝故。善愿即是住菩提法，成就严禁佛事解故。方便即是住菩提法，速得成就一切智故。善男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住菩提法清净门经。不分大小，不分种类，慈悲救护生命，传达爱以及对生命的关怀。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，我们学佛就是从慈悲而找到了生命，从慈悲就断除烦恼。所以中华护生协会到处在解救生命放生，但是有很多生命没有办法被放生，你要救他，牛、流浪狗、狗，甚至的一些大型的不能被野放的动物，所以生命电视台需要有更多人提供土地、提供人力、提供财力来保护这些可怜的动物，因为他们对我们都有恩的，都是我们的父母，所以愿大家一起来成立护生园区，也加入护生园区保护动物的工作，来成为义工，来成为职工，以一个佛教徒慈悲的心来做这个圆满重要的工作。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：4213-8483，4213-8483，户名：中华护生协会。新逢准提菩萨圣诞，举办八关斋戒法会暨修持准提法门。佛为悯念未来诸众生的缘故，宣说过去七句之准提如来等佛母准提陀罗尼，若有四众受持此咒满90万遍，无量劫来五无间等一切诸罪悉皆灭除无余，所在生处皆得直遇诸佛，所有资具随意充足，速得成就无上菩提。修持准提法，蒙诸佛庇佑，光明广遍照，灭罪增福慧。恭请湛江法师、湛同法师共同主法，日期4月27日星期二上午8点半开始，下午2点念佛共修暨准提法修持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，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。0398983198六八六，0398983六八六，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，并保持社交距离。现场备有免费消灾超荐牌位，供大众填写。水，除了你所知道的占有人体70%之外，你知道
非洲女性每天花费取水的时间比工作时间还长。地球上渴望水来生活的人无法想象，在干旱来临时，你想拥有的是一杯水还是一百万呢？人对水的需要仅次于氧气，要生存就需要阳光、空气、水。在气候变迁、全球暖化的影响下，呼吁若只是一种口号与过程，唤不起人类的醒思，那么总会有那么一天。人说心动不如马上行动，生活中用水习惯，只要稍微的一个小动作与二次利用，万众一心必定众志成城。更别忘了水有八德，供养十方，濯诸恶业，六道清凉。嗡阿哄。水，大地的滋养；水，人类的需求；水，众生的渴望。随手可得不在意，失去才知拥有的美好。珍惜水资源，惜福得福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